第一乐章优雅的行伴。一般来说，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多采用快速的奏鸣曲式，此曲却是虚幻速度的变奏曲。奏鸣曲的第一乐章采用虚幻速度是不常见的。莫扎特大多作品给人开朗天真的感觉，此曲却带来些忧伤的感觉。等等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。六六档啊，是源自于台湾的闽南语童谣，现今流传最广的为吕泉生的版本，但其由来参考有数种不同说法。过去的宜兰地区，三面环山，一面靠海，几乎是与世隔绝。1787年，吴烧带领一群人们披荆斩棘开发了南洋地区，为了解决交通问题，不畏艰难凿通了连绵不断的山岭，提建与外界相通的铁道。试车当天，当火车穿越隧道，欢欣鼓舞的人们不由自主地哼着熟悉的宜兰调《丢丢档啊》这首歌余音产生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欣赏四年人班所带来的直笛曲 A 大调钢琴奏鸣曲 KB331 和台湾歌谣《丢丢档啊》。Thank you.
谢谢。